议会定期会上午来进行着人心首先审查游荡犬管理精进措施计划，经费374万。市议员王家珍针对着流浪狗的管理以及爱心人士饲流浪狗的辅导措施来提出质询，希望农业局有一个完善的规划，让流浪狗袂搁再攻击民众来发生着危险的代志。行政农委会核定台南市1809年度流浪狗管理精进措施计划，经费374万，维护六个1809年度饲护总预算。上议会第三次定议会，议会人选市员王家珍针对流浪狗的管理以及爱心人士饲流浪狗的辅导措施来质询，希望市府农业局会当有一套完善的规范，让流浪狗乌白走以及咬人的事件，卖一再发生。一个善举，一个善念，影响到也许成为别人有一些负担，对不对？那我的意思说，在这个区块，你们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宣导？譬如说那几个热点，你们有没有竭尽所能的用一些比较温暖的语言，温暖的怎么样子的一个科技上的方法，让喂狗的喂食的这些善心人士，他们理解我们是要让社会更好，让大家更爱狗狗，而不是大家想到狗狗的时候那种恐慌不安忧虑通通跑起来了嘛，对不对？市府农业局动物防疫保护处处长吴明斌表示，目前已经在规划出流浪狗限制区域，另外要全台南市修造流浪狗管理区域的规划。对喂养爱心人士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规劝跟辅导他移到适当的地点喂养，而且做一个尽量做一个圈养的动作。那另外在民众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里长还有跟附近民众来做沟通。其实如果这边的狗狗有一些，就它就会在树荫底下在那边乘凉，它也不追车咬人其实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接受它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成为我们社区的一份子，大家互相和平共处，我在这边打羽球，你就在这边树荫底下，不互相妨碍，就能够来接受它这样子。另外，市议员吕维英表示，希望市府农业局会当搁较明确各地民众，倒一寡地区是流浪狗出现较侪所在，让民众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陈嘉生市议会采访报道。